心的陪伴，属于我们的分享，复兴广播电台。欢迎朋友继续收听单车逍遥游，这个单元的主讲人是单车达人旅游作家茶花，他目前也是万华社区大学老师李立忠。好，茶花今天带我们到基隆的西港区啊，这个区块去骑，因为基隆有分西港跟东港区啊这两大块，那因为太大，所以我们今天是往西港区这个方向，出了这个南站出口哦。基隆火车站现在分为南站北站，我们从南站出口然后往西港区方向来骑。刚刚我们哇，这个首先参观了非常有古迹历史的基隆港务局，然后又到基隆灯塔哦，去看大船入港的情形，接下来又到基隆很棒的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叫百米瓮炮台，这里也叫做荷兰村啊，因为以前荷兰占据过。好，那从百米瓮炮台，当然百米瓮炮台是一定要去的，因为这里的视野太宽广了，而且非常的这个景致很好。下来之后，我们要往一样继续往这个西港区的。下来以后我刚才不是讲说这边有山洞吗？对。好，那我们就隧道。就是通过隧道，通过隧道以后就是离开西港区这边了，就离开了，对，离开西港区，离开西港区这边，我们过去这边你沿着马路走就会到这个我们基隆的外木山，外木山，对，内外的外，对，木头，外木山在基隆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也算是蛮知名的景点，它有，它外木山有个外木山渔港哦。好，那这个外木山渔港有的时候它就是抓鱼进来以后，你会看到很多在卸鱼货的那种景观，那它最有名的指标就是那三根大烟囱，其实我们在百米瓮炮台就看得到，就看得到，对，那在百米瓮炮台是在三根大烟囱的比较靠西边这边，那外木山渔港就是在这个大烟囱的东边这边。那个外木山渔港的旁边有一个这个海泳的泳池，这个泳池它是天然的海水泳池，不是就是说我们放水进去的，它就是跟大海连在一起，不过它的地形的关系刚好形成一个可以游泳的一个小小的港湾这样子，那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外木山的这个泳池，那从这个外木山呢到基隆港的这个最边缘的哈，就是我们的大五轮这个地方，这一段海岸线非常非常的漂亮，大概有4公里长，是，那这段从外木山到这个大五轮，大五轮这一段海岸线非常非常适合骑脚踏车，所以在10几20年前，这个基隆市政府就在这海边建了脚踏车道，那近年来他又修了很多设施，我觉得修了以后反而不顺畅，不过你只要在这个沿着这个海岸公路走，就可以感受到这边非常的漂亮，它这个马路贴铺的真的是非常的平，然后那个非常的干净，是，你沿着这个马路走，左手边就是是山，右手边是海，那左手边的山上其实就是还另外一座炮台，叫做大五轮炮台，因为大五轮炮台上去很高，然后又有一点距离，所以是算挑战路线，就比较没有跟大家介绍，那我们就沿着下面这个海岸公路走，你就会到大五轮，那这一段路就是大家要骑慢一点，这一段路骑起来非常的舒服，那很像我们垦丁的这个海边的感觉，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个基隆的边陲，比较少人会过来，离开基隆大部分走高速公路啦，对，那就不会绕到这个外木山这个地方，那大家在这个地方骑车骑慢一点，那它的海岸有整理过，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停下来，然后在这个海岸边看一看海的风景，那如果说你真的可以很早出门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出前来这个地方哦，欣赏日出，外木山的日出是我们北部非常非常有名的，外木山日出是，它是一个看日出很有名的地方，哇，那大家你可以在外木山这个地方，你可以
在网络搜寻，你只要打外木山日出，你就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风景。嗯，哦，那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骑慢一点，然后到了大武仑，大武仑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小的渔村，叫做澳仔渔村。澳仔渔村，澳仔渔村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海水浴场的沙滩。哦，那这个沙滩是不用钱的。嗯，哦，它是开放所有的游客进去哈，当然不用钱。它这个地方哦，其实它本来是一个沙滩的这个海湾状的一个地方哈。嗯，那因为盖大武仑渔港的时候，海流潮汐都改变了，海流改变了哈，把这个沙滩的沙全部都带走。嗯，好，带走了以后，基隆市政府看这个地方沙滩不见了，他又运了很多沙把它补回去啊，所以现在这边的沙是补回来的。可是因为海流的改变，它常常会沙会不见，所以这个相关单位常常会补沙进去哈。那这个沙滩是，不过这个地方的沙滩它非常的漂亮哈。自从它就是比较小小有名以后，很多这个电视的偶像剧都来这边取景哦，因为很漂亮，它面向大海，刚好又面向基隆屿，哦，然后它又刚好面向日出，嗯，哦，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漂亮哈，嗯。难怪后来到近年来大家都叫这边叫情人沙滩哦，因为就是谈恋爱的情人就很，特别来这边。很喜欢来这边手牵手沙滩散步这样，是是 是，哦。那这个澳仔渔村，你就沿着这个外木山前面这条海岸公路一直骑，就会到澳仔渔村，哦。是澳仔渔村这边，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海水浴场，所以它后面那些商家有很多冲洗的设备，哦哦，就是冲洗一次50块这样子，嗯，所以你在这边，啊，对，很方便，你可以下去踏浪啊，嗯，然后在沙滩上玩玩，还你要冲都很方便這樣子，是是是，嗯，哇，嗯，好棒哦，好，嗯，那我们到了这个大武仑这个地方，其实它还不是这个跟新北的交界处哈，嗯，大武仑旁渔港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它以前没有。是近两三年才盖好的一个海岸步道，嗯，这个海岸步道哈，就只有人跟脚踏车可以进去，哦，然后你沿着海岸步道上去，你会觉得很漂亮，它就贴着这个海岸，它是步道嘛，所以它就贴着海岸走，哦，那你就会看到它跟这个海岸有的时候是矮树丛，有的时候是沿岸这样子，哦，大概有一两公里，然后慢慢的骑上去，这个地方看海也特别辽阔哈。嗯，到最后你就会接上这个台二线滨海公路哦，然后再往前推一点，就会到这个万里翡翠湾那一带啊，哦，那就会进入这个新北的万里哦，就连在一块了。对，那进入新北万里以后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夏天骑车不要太骑得太辛苦，嗯，就到万里这边就好了，你也不用往回骑再去坐火车，嗯，好，你就到新北万里这个地方，你就进万里市区，嗯，万里市区那边有这个客运国光号客运，嗯，你就可以把脚踏车上客运，然后就 回到台北这样，哦，很方便，嗯，非常非常方便，是是，哦，那万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万里市区这个地方，因为它靠海嘛，所以它有很多这个海产，嗯，对，海鲜可以吃，有很多海产店，然后那边有一个这个叫做那个雅尼克蛋糕，哦，这个蛋糕它现在在所有的捷运站都有一个那个取货的那个箱子，对对，大家搭捷运一定都会看到了，有一个取货的箱子，然后呢其实它的发源地是在万里那个地方，哦，这样子，啊，对，哦，那它为什么会有名呢？其实它也是本来也是这个万里小渔村里面一个默默无闻的面包店，嗯，那是因为脚踏车族骑到那边都会去那边喝咖啡吃蛋糕，哦，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去吃，这样吃出名来，对，吃出名来，然后越做越大，现在好像车站什么都有它的分驻点这样子哈，那你就可以到那边去，夏天嘛哈，嗯，骑到下午已经很热了，那你吃完饭就不要再骑，你就准备就搭国光号回来，然后你可以在那边下午茶，哦，很棒。其实我现在的小镇漫游，就是夏天的小镇漫游都这样，就是早上早点出门，然后骑到中午过后，嗯，就是最热的时候就已经骑完了，然后再
到这个店里休息休息，咖啡店里面休息休息，然后喝个下午茶，再搭车回家。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夏天骑车会觉得很完美，对、嗯，而且不会觉得太累，对啊，不会觉得、啊、哇、嗯，夏天很畏出门，对对，害怕出门，好棒的一条路线。今天这一条到基隆，我们还只是到西区港区而已哦，嗯嗯，还没有再延伸下去哦。下一次茶花哈、哦、有新的发现，新的旅游路线再来跟大家做介绍。不过今天这条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古迹景点啊、很丰富。然后呢，景色景观又非常的漂亮哦，可以看那个大海，可以看大船，还可以到万里小镇去吃吃这个下午茶，真的是非常舒适、悠游自在的一天，嗯、也不会觉得太累，夏天骑起来也不会觉得太热，太好了，谢谢茶花，谢谢。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铁马百宝箱，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铁马百宝箱。这个小单元主要是告诉朋友骑单车要注意的事项，为大家主讲的是单车达人旅游作家茶花。好，我们今天到基隆、我们坐火车
又要自己带车，嗯 ，OK，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这个搭火车哈，带脚踏车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你有机车带，嗯，哦，就打包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车哈。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你没有机车带，你的脚踏车直接推进去，哈，嗯，那就人车一起上车，上车，哦，其实我们早出门哈，其实大部分都会碰到这个上班人潮，对，哦，那碰到上班人潮你要怎么办？你要挤上去真的不太容易，对啊，哦，所以我们要坐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小技巧，哦，就是有一种火车，有一种普通车叫做阿福号，车头扁扁的蓝色，它有一点蓝色，然后车头扁扁的那一种，嗯嗯，然后到了下面又凸一个下巴出来的，哦，那种叫阿福号，哦，是那个它的别名叫阿福号，那它的编号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嗯，其实你要坐车你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一次那个班次，我们都有第几次车次的那个车嘛，对，第几车次它的车型都是固定是用那一型，你稍微查一下，哦，如果是阿福号的话我建议你在第三车跟第六车，为什么你上第三车跟第六车？因为第三车跟第六车哦，它里面有那个轮椅的那个车位，嗯，那个位置，嗯，所以它的空间会特别大，嗯，哦，嗯，它在厕所外面也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你放脚踏车，哦，那除了那个位以外它还有轮椅区块，那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比较少轮椅，上下班很少有轮椅会进来，嗯，所以那个区块你可以放脚踏车，哦，那另外一种是那种头，我刚才讲是头是扁的，然后下面凸下巴。另外一种头是有点像这个自强号，就是尖尖的那一种，嗯，哦，那一种就是第一车跟第八车有那个空间哦。对，还要特别了解耶。所以你就是你坐电联车的话，嗯，不是第一车跟第八车，就是第三车跟第六车的空间特别大。OK， 不然的话哈，哦，你挤到一般车厢去你真的推那台车子真的不太方便，对对对，那如果你是没有机车带的大部分都会叫你到第一跟第八车，哦，他们的规定是第一跟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可是我上次就是带学生去他们懒得包他们就直接推进去，嗯，照规定要到第一车或第八车，我们到第一车然后车长看到我们就是说 那一台车是阿福号，他就说你们到第三车去，哦，因为第三车有我讲的那个轮椅空间，嗯嗯，空，哦，所以可以放好几台哦。是是是，哦，那厕所出来那个空间他因为他为了要让轮椅可以转折进去上厕所，对对对对对，那边大家可以放到三台不包的车，哦，整台好好的放，是是是，嗯，好，哦，所以大家搭火车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那个车厢的结构，哦哦，像有一种莒光号也是它每一节的车厢的前面都会有两个位置是拆掉的，因为那个地方是逃生门，嗯，所以大概也可以放个几台脚踏车啦齁。那有的时候列车长会叫你放那个位置，因为你会妨碍别人那个通行这样子。Okay， 对对对，哎，没有错，就大家可以稍微研究一下那个车型它里面的车体结构齁，其实对你就是带脚踏车旅行也很有帮助。好，原来搭火车还这么有学问，还要先去了解一下车厢里面的构造，以方便我们的进出，嗯，谢谢谢谢。后面的这对男女咿呀一起静坐了整个下午，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儿去，我不是故意注意是不小心听见，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画面，看见男孩为女孩失去眼角泪珠，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爱爱爱爱爱爱。现在时间上午七点整。没有关
心跨越不了的距离，聆听两岸的讯息，尽在复兴之音。复兴艺文馆，黄信丽制作主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信丽，很开心又到了复兴艺文馆开馆的时间，欢迎朋友们和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馆里头呢，我们欣赏国内优秀的作曲家也是钢琴家司国正司老师他的音乐创作。今天的作品呢充满了亲和力，就让我们拭而以待。每一生情，司老师你好，黄小姐你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要把司伯辉介绍出来。嗯，啊，每一次司国正老师呢，你的身边都会带着司伯辉。嗯，哦。有这么优秀的而且肯学习的孩子呢，我想做家长的我司老师应该也会很安慰，对不对？我觉得他未来的创作跟音乐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当然也期待了。好，那我们当然也这个 给他带领一下，然后更多的经验这样。对，他有明日之星的感觉。对对对对对，伯辉你好。黄小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有没有想要朝这个star 的这种方向迈进？一步一步慢慢来。很想，对不对？对，一步一脚印的慢慢来。一步一脚印啊。不过有父亲的协助，你会不会觉得可以事半功倍？没有这么想。没有这么想。对，那代表有更多时间可以做点更多的事。那父亲的要求也越深，你的感觉就越有激励性，对不对？对，一层一层慢慢来。一层一层慢慢来。我们今天要听的比较可以说有一点流行感啊。这个作品，伯辉，你听习惯吗？刚开始听，哇，惊为天人一样啊！一开始就很喜欢了，很好听啊。所以你不会排斥任何类型的音乐作品？不会，基本上不会。不会哈。等一下播放的那个千言万语，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作曲协会是不是会有跟那个古月先生，就是创作者本人啊，古月先生有拍过照片的。对，我跟他讲说千言万语是他写的。他愣了一下，刚刚就跟他拍照。我说这个跟邓丽君年轻的时候，还有这个凤飞飞年轻的时候，曲子就由他写的，他来教他们练唱的，现在就在你旁边，你要这个多尊敬他一下，然后他们就合影拍照这样子。对，这是很难得的留念啊。对对。那司老师你是学古典音乐的啊，那涉猎这些比较流行的比较亲和力强 的作品，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我当然也感谢老天爷了，因为有些时候你要找时间可能不太容易找，刚好我有，
那也是迫不得已了，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差两分就保送文化大学了，然后就重考，重考的第一年，那国立艺术学院就北艺大在招生了，然后第二年考的时候，就是第二次考的时候，就还是差一点，然后到第三年才考上。那在这两年呢，我跟很多。很多那个滚石的唱片的制作人、还有一个蜂巢的制作人、在餐厅见面了。这个餐厅见面的时候，其实当时大家都是学生，在餐厅一起工作，那餐厅一起工作就会听到，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演奏给下面的来吃饭的啦，来听音乐的人客人啦，那我们就表演一些这些流行歌曲。好像70年代了80年代的音乐就表演给他们看，那掌声特别多，那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去可以出 CD 的话，唱片的话是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阻力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弹了将近快1000首曲子了。那这样子情况下，把那个的风格通通吸收了。所以当然我们在写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写我们自己专有的音乐的时候，就要自己稍微站在要控制一下，因为这样的音量，这样的和声的进行绝对不可以出现，这个是未来比较辛苦的。好，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是民歌已经流行了很巅峰的时候，所以又在70年代80年代啊，或者就是1980对那个那段时间的很多的乡村音乐啦，或是一些爵士音乐啦，或者都在各餐厅都会出现。那我们有花别的，如果比如下班的时间去各餐厅或是 club 去听，有的时候他们水准不会顶高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觉得很高兴，那当然也学习他们的优点。好、然后当然比如说那个时候香格里拉大饭店有一些菲律宾人的演奏者，他们拿个乌克丽丽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的吉他乐器，或者他们就在带动唱，那带动唱我们就看，他们的风格的确不跟我一样啊，当时我们也学的。那时候了哈，刚好在又半学生半在外面打工的状况下，就学了很多。那我当然这些的风格全部变成日后进去录音室或者在制作音乐的时候就应用上，样本全用上。也成为你一些编曲的素材，甚至在创作的时候，也会运用，也运用啊，它的自然性，尤其是自然性，第一时间出去，你会把你裤裆里的 money 拿出来去买，那种的标准已经呈现出来。去思考，对你不会像学生一样去写古典，你所谓的古典，或是你听的那些声音，会比较学究性的东西，我们很自然会放开。然后跟大众的所接受的标准很快可以结合，所以在这样收放之中呢，我们很快找到一个点，然后在心中的时候写出来的时候，那个栅栏就在那边开开关关，不要写就不要写，那个不能就不能它，那个可以就赶快写下来，这样子。所以你说千言万语，那是很自然情况之后了、我们30-40岁了，这那改变就哦，原来它是属于那一块，1/10或是2%的那一块，我们把它拿过来，然后把它改变，扩大，这样子，这样。好。那这个是你也会呢接触一些流行音乐，作为你创作的题材或者是元素。对，那未来的 Michael Jackson 或是其他的人再进来，虽然或是那个我们知道Gangnam Style 那个韩国男孩的、他虽然他的旋律有已经崩溃了，可是旋律依然优美，那这样动作是我们80年代没有的动作哈、那加上那个姐姐谢金燕的那个，又他也跟Gangnam Style 是一样的，然后他有点破碎的一些的状况，因为它的词类是并没有连贯的，跟我们80年代、70年代那种那种凤飞飞或者邓丽君那时候，旋律跟那个词是连贯的，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要做可以连贯跟不连贯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司老师有接受流行歌手的音乐的
作曲吗？欸、如果要做的话，我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啊、你只要有机会的，对，你只要让我进录音室，我猜是很快的。嗯、猜了以后，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哎、欸，那就是技术，你就把刚刚 style 放在下面，还是怎样？还是刚刚 style 的那个节奏，或是南韩式的有多少，或日本式的那个 AKB48 多少，或是哎、欸、那个 Beatles 那旧式的很旧的 Beatles 多少、嗯嗯，我们可以自己去衡量。嗯哼，哎，这样好。哎，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来听听你的跟流行啊这些音乐作品结合的音乐编曲创作。嗯、对。艺文响宴。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复兴广播电台复兴艺文馆。刚才有一再提到千言万语、其实老师一提到你的音乐创作也是千言万语、嗯、对对、那今天的这一段千言万语、你编曲，对，编曲，因为我刚有遇到那个文都会总监嘛、对，也是我们以前北艺大的老师、哎，这个国立艺术学院前几届的指挥老师，那后来又见面，他说，哎，施国成，你帮我编一些曲子啦、我说没有问题，老师你要怎样？没关系，你去找，哎，我只要二声部跟三声部就好了、我说为什么四声部不行呢、不，我们是要为大众来服务，他的观念是这样。哎、只是没有讲得很明了。他说实际上我们在市面上有很多、非职业性的团、他们在唱歌、有些阿公阿嬷啦，或者说、各种年龄层的 除了幼儿以外、儿童以外、跟学校以外，他们都 在公园啊，或是他们的聚会所去练唱、在这里面我们发觉到并没有很多的好曲子，哎，这有很多空间，你可以去努力。哎，那我说那曲子呢，你自己选，所以我就选一些，可以吗？可以啊，主要是做的好听。好的，千言万语就很好听，我们一块来分享。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大家好，我是樊光耀。一位朋友焦虑地对我说，医生说我的眼睛可能会失明，怎么办？其实中途失明面临的是视力的丧失和心理的恐惧，需要专业的协助。您周遭有中途失明的朋友吗？有声书学会专业团队提供您中途失明者及家庭支持服务方案。好，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复兴广播电台复兴艺文馆，邀请名作曲家四国正老师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首室内乐的作品，曲名叫《末了》。嗯，它也是蜂巢唱片这个啊、2000年所出版的一张 CD 里面的一首。对，嗯哼，好，这张专辑都是你的作品吗？那三张那一年我 连续三年都有做一张单曲，都对获奖的、啊、那是单曲对单曲啊、哦、单曲好是得奖作品，对，得的是金曲奖入围。嗯，好的，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室内乐作品，它是以什么乐器为主？嗯，如果末了的话，就是以大提琴为主，然后钢琴呐、啊，可能就是来一个木管乐器来搭配、嗯、这样子，基本上一个三重奏大概这样子的搭配这样。好的，我们来进入到末了的曲声中。
好，听完这首思国正老师获得金曲奖入围的作品《末了》之后呢，节目尾声这一段音乐也是蛮有它的特色啊，它是蓝与黑歌剧的序曲。你写了一整出的歌剧吗？有，那歌剧大概五幕六景，大约是这样子的。然后演出时间我估计大概是5小时左右。哦，这么长。对对对，因为剧本比较长，本身剧本比较长，我在剧本里面要找一些能够唱的，或是能够有趣的用来唱的，来各种，比如说四重唱，或是大合唱，或是独唱里面的找出来，这样子，所以它是有趣的。然后那个序曲呢，是我15岁国三到高一这段时间所写的，的一个钢琴曲，然后在高一的时候才把它写成谱的，对。哦，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又把它放在你的5个小时的当序曲、歌剧，作为人生的一个经验的谈、对自己了，对自己有个交代。这样子，回顾那么年轻的时候写的作品，也是一种很开心的一个表现啊、这是年轻就有作品。这也是一个，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发觉到我声音已经，感谢老天，那时候老天可能送我的声音比较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来试练这个 melody， 就是等一下各位会听到这个。我发觉到20岁、30岁到40岁，然后跟普契尼、跟威尔第、跟那个华格纳放在一起，我觉得他可以不相上下，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好，他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年代性，那他是可以贯穿的。然后那现在重点是说，莫扎特的歌剧，他的序曲都10几分钟，又不能说又臭又长，那非常长，因为那时候没有录影机，没有电视，所以他们要在前面要放序曲，好，然后可是我们这年代有收音机啦，已经有录音机啦，所以序曲并不变得不重那么重要，其实到序曲的问题到了普契尼的时候，就几乎是没有序曲了，直接拉幕直接演就有了，就是蝴蝶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好的，对，就这样。我们节目尾声了，就来听这一段《蓝与黑》歌剧序曲。在《蓝与黑》歌剧序曲，思国正老师高中时期的作品的曲声中结束复兴印文馆节目，非常谢谢思老师啊，也谢谢黄小姐跟这个，也谢谢您这么优秀的公子，复兴谢谢黄小姐音乐班的思伯辉啊，帮爸爸打谱，对，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作品啊。好，祝福听众朋友平安健康，也祝福您明天的连假呢有非常愉快的安排，我们下次再会。
天街，充实每一天，复兴电台让你生活更新鲜。任你遨游在两岸之间，那是复兴电台 Everything's alright。客家心，文化情；客家心，文化情。王心丽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复兴广播电台客家心文化情的节目。那个节目呢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晨头，你七点半进行到八点，在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为大家安排播出哈。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复兴广播电台客家心文化情的节目。礼拜一啊，你到礼拜五当日早晨。播出的时间都会有客家青荷塘的单元，都有客语真好听这个单元，用优美的四线腔跟海陆腔为大家呢介绍很生活性的客家话，同时这些生活性的客家话呢都会来你的三番文化呢做得做亲密切的结合。像这几年啊，像我们这几天大家都要放中秋连假，你的你的乡亲堂中朋友呢，你还要办了安排你的假期给省份给，那么这个假期呢不要白白的浪费哦十番岁末宽天师大天弄大天通反正呢因为都按高量的数据哈其实呢还请浪费你的省样老时间给。比如说今天你客家青荷塘的单元地板呢老太家来的分享一下提醒一下让本来利用你的休闲假期的生活。我们曾经提醒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呢能够让自己培养一些运动的兴趣，不过呢有的时候静态的活动也是蛮好的。如果动态静态都能够一起搭配的话，相信您的假日休闲生活会非常的充实哦。好，今天的生活用语，假日休闲当中我最喜欢看电视这是很多人常常都会告诉一般人假日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就是看电视。你喜欢做什么呢？爬山或者是看电影。好，这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生活用语。我最喜欢看电视，你喜欢做什么？爬山或看电影呢？客语真好听。客家青荷塘。爱最好看天师好做嘛个铁山也是看天阳。好，所以今天这几句生活用语当中呢我们来看看焦点字词在什么地方。看电视，看天师，看天师，什么嘛个嘛个，爬山，铁山，铁山，看电影，看天影，看天影。好，这是在假日呢很好的休闲活动啊。现在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把刚才我们提到的看电视、爬山或看电影教给大家，怎么样做完整的表达。
我最喜欢看电视，爱最好看电视，喜欢啊，最喜欢，我们说最好最好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啊，有当多当多个人就穷样哈，都不卡干啦，就喜欢看电视，电视都好个节目呢，留得当好哈，留得没以后哈，希望大三人呢就看。对自己身心有功用、有好处啊，开健康的天师哈、啊。你喜欢做什么？好做嘛该，好做嘛该。这里呢，做什么？做嘛该啊？像有时候你要问人家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呀，都会做嘛该哈？你做什么工作？你做嘛该投入哈？这个就是什么？常常我们在平常中呢都会用到的。哎，做嘛该？爬山或是看电影？爬山。客家话说爬山啊、现在呢也有人会讲说爬山哈、哦，可是这个爬山呢才是比较传统的客家话。你要说爬山啊，没做的哈啊，或者是看电影啊，或看电影，我们说压黑压黑看电影，就是或者的意思哈、哦。看电影看天影。看天样，然后呢，因为天师节目当中呢，看天样啊，人较少哈。不过呢，天样都好呢，又当中呢，系当好嘅节目呢，有限噶哈。每周的出去呢，去天样演看天样。好，所以今天的入门篇，我最喜欢看电视，我最好看天师。在客家话啊，不管是喜欢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爱好啊，你都可以用好啊这个字来形容。你喜欢做什么，你好做嘛该，爬山或看电影，看山呀嘿看天样，或者就是呀嘿。好，今天我们的入门篇就学习到这儿，接下来那我们透过单内这一课的课文来进阶。今天的进阶篇冯雅泰嘎来好西啊，欢迎大家来学跟凳子有关的课文。好，我们现在先请课语老师用课语把这一课的课文为大家读一遍。丹内我点点鸡去到学堂，等主人下班进来，坐在坐下来读木塞，坐在坐下来看天师，坐在坐下来吃饭饮茶。看到主人都给打嘴鼓，看到主人都给唱山歌，看到大家快乐的样诶，不管用班对外，没唔会感觉辛苦。等内就是椅子。椅子有很多的功能性，那么在这一课的课文当中呢，我们看看有哪些焦点字词。客厅、学堂、学堂、下班、下班、下班、打瞌睡、读木塞、读木塞、看电视、看天师、看天师、吃饭喝茶，吃饭饮茶，吃饭饮茶，聊天，打嘴鼓，打嘴鼓，唱山歌，唱山歌，唱山歌，辛苦，辛苦，辛苦。好，对这些焦点字词有些印象之后呢，现在跟着课语老师进入到这一课丹内的学习当中。我静静地站在客厅，我点点给起到学堂。这里呢是形容椅子哈。那丹内呢，我们家里的客厅里面学堂地方呢，平常一定会有丹内哈。这个丹内呢，在客家话里面呢，是不管它是木头的椅子或者什么椅子呢，我们都通称丹内哈。椅子，我们说 Danny 啊，
这个 Danny 呢，几都学堂度方呢，等着主人下班回来。Danny 祝你下班转来，回来我们说转来，转来啊，回来以后呢，可以坐下来打瞌睡，因为他上班累了，上班缺也哈。故说呢，我坐下来。动木衰，这个动木衰呢，就是打瞌睡，那一定是他上班上得很累了，懂亏懂天没哈？每周的呢，坐下来看电视啊，坐下来看电视哈。通常我们呢，电视的前面一定会有一组椅子，可以让我们坐下来看电视的。坐在坐下来是翻林茶。那现在呢，我们一般的家庭里面都是有餐桌跟椅子，当然我们会坐在椅子上呢，吃饭喝茶，所以呢椅子 Danny 呢对人受以为你呢就懂有共用哈。这边呢还讲到说这个椅子的心理的想法哈，给看到住你都该大追顾，看到住你都该冲散狗啊，看到他个快乐个样哎，就是他看到主人在聊天聊天，我们说大追顾啊，唱山歌，我们说冲山狗哈、啊，那会聊天啊，唱山歌一定是非常的快乐啊，懂快乐哈、啊，所以呢，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呢。都没有很乖的坐在那边就一直动哈，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对我也不会感觉辛苦，不管样板对俺没不会感觉辛苦哈，也就是在那个米台的地方哈，不管人用去弄弄砖啦哈，个蛋呢倒来倒倒去敲敲。像啦哈，伊呢就唔会吃到辛苦，因为看到所有的主人呢，坐到家嘅身上呢，很快乐嘅样诶哈。说到 Danny 啊，就是椅子，它的材质很多啊，不管是石头做的，或者是木头做的，或者是大理石，或者是藤做的、竹做的啊，它的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让我们坐下来很安定啊。所以我们现在把 Danny 这一课的课文再给大家念一遍，也请大家张开嘴巴跟着我们一块来学习。我点点的去在学堂，等主人下班转来，坐在坐下来动木衰，坐在坐下来看天师，坐在坐下来十分饮茶，看到主人才给大追顾，看到主人才给唱山歌，看到大家快乐的样诶，不管样板对爱，没唔会感觉辛苦。呀，课文多好呢，有静静的啊，点点给，点点给，这个静静的，假如说你要照字讲的话，变个轻轻给这样子呢，就不是很适当啊。所以讲说点点啊，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面哈、啊。那里面呢还讲到说，不管怎么对我，不管用板对矮哈、啊，这个怎么我们会讲说用板哈、啊？那这个怎么我这个事情怎么做？亚恩亚上亚天事情恩用板。